所以我们拿到什么？大地回复一个、啊，大地回复和那个羊毛就拿到这两个。羊毛，所以配方和秘密没找到。对耶，我们跳太多了。我们下次再说啦。我刚才 lag 了一下。对啊，有人是不是 lag？ 还没到吗？这个等观众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拍外传呢、啊。外传形式啊，没有问题的。观众交给你们了、啊，你们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到下一个地点了吗？好久哦，怎么这么久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不一样的建筑物哎、欸。我妈，我没看到。我看到了，我快看到了。我这只有两格高，两格远。我们到下一个地方了。到了吗？我还没看到哎、欸，这么远哦。我竟然在快要推完的时候发生了这种惨剧。可怜的家伙。可怜哦。可怜哦。好了，到了。新月。他是说你尼拉顿村庄，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。哇。祝你开心。那我们要赶快找重生点了。没有错。什么愉快的假期、哦、好安宁哦，都快死翘翘的感觉。那个快要升天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猪猪去死吧！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，女人，我知道你在寻找什么。他是先知啊，先知，你要的东西在下水道、长城和洞窟各有一个。由于怪物肆虐，这几个地方现在都用鸡眼堵起来了。但我敢说，你能在下水道找到一个入口，那里便是你冒险的起点。所以我们要去下水道。啊、你可以去死了吗？这里有告示牌。你至少给个休息的地方吧。什么船运货物？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没货物。木头啦，木头啦，就是木头啦。哦，就这个木箱子、哦。对。哦，真有船哎、欸，船下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哎、欸。他们不是解谜地图，不会藏在老地方。哎、哦，等下，有苦力怕走出来啊！哇，原来苦力怕是员工啊！哇，果然是苦力耶、欸。哦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好远哦！不是吧？你赶快找到那个地方！你害我音乐停了啦！你干什么吃的你？你干什么东西？我特别回来找秘密的好不好？你干嘛啦？你有事吗，先生？我带给观众一些乐趣。你事情节目效果。你事情真的很多呢，节目效果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啦，我不想知道啦。我回来了啦。你回来了、喔？我的东西嘞、欸，在苦力怕堆里面哦、喔。重生点嘞、欸，还没找到，在里面呢、啊。有没有重生点可以按一下啦？应该有啦，在里面，你直接往前冲好不好？或是你先去选择去拿装备。我有苦力怕三块砖的，真的耶。对啊。不是假的呢，还有一颗绿宝石砖呢。哎、欸，死了、喔，不是死了、喔，都消失了、喔。没有啊，他东西还没有消，苦力怕还又重生了、啊。哦，真的很贱呢、欸，真的很贱呢、欸，这个作者真的很。你知道我刚刚真的是去送头的、欸。你是走过去，然后连打都没打。有，我一直挥剑。哎、欸，后面还有、喔。我刚才真的是去送头的。哦天哪！哦，我知道为什么身上没有了啦。我把东西放这里了。哇，里面有红石砖呢。对啊，啊，苦力怕生块砖嘞，在后面吧，把砍掉了。你弄掉了吗？刚刚还有生嘞。刚刚爆掉了啦，苦力怕自己炸掉了啦。哦，自己炸掉了。对啊。我看一下后面。所以我们要先去找重生点。哎、欸，你就往上走。你有帮我按吗？我没有按。你为什么不按？我努力也在帮你找的，我努力也把你东西拿回来没？真是的。我多期待你按一下，我可以死回来，有没有？哦，往上走吧，让你看看这个好地方。记得关门呐、啊，它上面写的。哇哇，这里有了港口区。好像很久哦。两段式讯息，作者说明和哇，念一下。萨尔达传说十之敌是我玩过最早的几个游戏之一，也是我认为最好的游戏之一。不要每次都之一，好不好？这游戏给我的其中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就是每次快要日落时，我都会冲向
海拉尔城堡，在吊桥收起之前进去，然后我就在市集里面漫无目的的打转好几个小时，例如玩小游戏啦，逛逛商店啦，听人们说话啦，还有去吊桥旁边的警卫小屋刷卢币之类的，甚至还玩起角色扮演，想象城中的其中一只流浪狗是我养的。整个城镇之中有个很妙的气氛，让你置身于其中，总是感觉很安全很舒适。至少在你继续往下破关，直到它破坏东西之前是这样子。我试着在这之前，在这里重现出那样子的感觉。你之后可能会经常来这个市场买点东西，并且喜欢上这里没有任何怪物的安全感。很多是不是？很累是不是？没有安全感啊！没有安全感、啊！我刚才就死了。安全感呢？没有安全感啊！哪来的安全感？哇！骗我！他那个，他那个绿那个铁。绿宝石可以买铁装，哦，好了，我去把绿宝石拿回来了。他说有三颗绿宝石，我念一下下面那一段。好，你需要绿宝石吗？你可以透过下面几种管道获得绿宝石：到小丘上的市集与村民交易，到地层里的宝箱中获得。我在商业区、住宅区、灯塔、港口以及三座地层各藏了一颗绿宝石砖哦。哇！那个重生点在哪里啦？没有人 care 绿宝石，大家都 care 重生点。你讲那么多屁话，重生点，而且要怎么传送回去？找到抄袭的资讯盒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哦，这里啦，这里可以传送回去了。哦，有三个中间箱，三个丝绸之树，一堆铁锭，终于有了，哇哇，终于又有了，全部都拿走，哇，放回我的中间箱里，放回我的中间箱里。哇，中间箱好多垃圾哦！天哪，哇！天哪，哇！是哎，传送回去就结束。铁给你了，铁我63个哎。你这去给你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你不要？哦，你拿到一个。对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我回去吧。好了，回去放羊毛啊。啊啊呜！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要开门了。对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们开门了。这是哪？这是第三区哦。尼尔顿，尼拉顿，尼拉顿，尼拉顿哦，舒服。我们到尼拉顿了，去放羊毛吧。走吧，放羊毛。我羊毛还放在这里面，就不要发现被我扑掉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就是有留四个，好不好？你再怎么扑，我都还有四个。被我扑光光了，帮我传送过去吧。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外面有没有粉红色羊毛？等一下，让我看一下啦。噔噔，让我看一下啦。好了，好，我再打掉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再来一次。来了，噔噔噔，放烟火，放烟火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有点乱射。我要走走走，那我们等下去放那个放什么？那个什么？大地回复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走吧，走。大地回复，我们上一次回复了两段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三段，第三段了，第四、不是啊，第四个啦。上一次回复三个，哦，对，他有没有又过了三关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们有三个可以用。走走走，连载了这么久才过三关，可以啦，才几关而已，需要一个大地回复，一个就等你一个。咚咚咚，你去了吗？有了吗？很久，可不可以快一点？哎呦！要去哪儿？这里吧，后面可以去哈。这里吧，应该是这个吧。那走啊！等一下，是这个，哦，按钮啦，这个啦。传送到建筑物的所在。哦。这后面，可以上去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熊堡垒。好像很屌哎。好像金字塔哎。对啊。里面有一个箱子。哇哦！哇哦！你不是没武器？哇哦！哇哦！通通给你啊！铁锭留着，给你这最后一个给你。铁锭我那边好像有60几个哎。全部给你。哇，这么多！对呀，这么多。我记得现在是可以交易啦。可以啊，好像我们等一下再去看啊。这里加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去看。到底有什么东西？哇，回复了，这上面好像还可以上去。哇，这个，对耶！我想说，怎么没地方可以走了？上面没什么，什么屎都没有。有门啊？哦，没有，这是可来的地方。下面什么？下去的地方。我们就回复了一块，就拿到铁，不错了，不错了。可是要走回去。有木剑了，不错了。
但是你知道怎么回去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里在哪里？视野这么低，我看到一只羊。我走左边看看啊。我跟着你走啊，反正可以一起传回去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走右边是不是？我记得我来过这地方。你走左边，我走右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它这边还有个建筑物可以跳、欸，哎，什么建筑物可以跳？可以跳上去，我往上看啊，搞不好是同一个、欸，哎，搞不好是之前的。不是不是，之前没有跳过这个，还是说本来就有的？这里有可爱的 BGM 呢。因为这个地这个彩不吧，这个地板是叫地板吗？哎、欸，我回到了，我回到了，你成功了，我回来了，我看到了岩浆湖，我回来了，我可以传送你了，哦、可以传送我，太好了，没有其他东西啦，我不晓得、欸，我们再来了，我们还有两颗哎，这么烂东西啊，你哎、欸、你没来吗？还没呢，没关系，我再传送一次，要传送两次才会到勇者殿堂，交给你了。我强迫传送你来勇者殿堂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站站站站站站站，啊，想要继续回复啦。来换我按，你要丢吗？好啊，让我丢。你要丢吗？去新的地方，我给你一颗啊，让你爽一下。哇、啊，嗯，去，你要现在丢吗？哎，我已经丢给你了，在你身后。好，走，记得不要放在地板上。哦，对，哎、欸，不要放在这个。快捷键里面，这里是哎呦，哇冰呢、欸！哎呦，好飞哦！天啊，好滑哦！丢一个大地回复，哎、欸，丢 ，open， 又要等它慢慢滚。我先走啊，这个太久了。一座新的建筑物又回复到大地上了。先走啦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哇、wow, 欸，冰哎，冰哎，冰室，哦，我看右边的好多烂东西，好多、哦、超烂。我要下去，我不管，我要下去。怎么可以烂成这样啊？下面有什么？生冻药水，这个东西可以让人原地结冻，好酷哦！那你拿着。可是可以干嘛？我给你看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啊，好，你放一个在箱子里。箱子里面，这个是不错啦。失明移动减速、欸，哎，这个只能 PVP 吧？可是。是可以啊，我先怪上面的吗？哎、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东西可以丢在怪上面吗？这个娱乐性质比较高一点啊。哎、欸，这还有箱子、欸，嗯，都是冰而已。啊，这个有没有写什么字啊？满满的冰砖啊，哎、欸，会不会有什么剧情之类的？有什么剧情？有没有？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实在看不出来啊。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个冰嘛。能有什么好的？是不是真的啊？看不出来啊。那个冰砖不会融化、啊，冰会融化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冰砖可以拿来垫的、啊。对，还算有一点用。可是干、啊、嘛要没事要垫这干什么？生冻药水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冻结秋风啊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用处。我才不要等你冻结了，走这里啦，很接近呢、欸，近啊，很近的、欸哦、这种地方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去哦，最后一个了。好快哦！我们只有三个而已，好惨哦！打了这么久啊，他是那种一个有用，一个没用啊，所以你这个有用，下个就会没用这样子。回复了，走！哇、哎，这好多人的头哦！哎呦，先看箱子，有金苹果哎，稀世金苹果，凤梨二，不死克星二，杰斯克星二，不是一般的金苹果，请别把它拿去喂马。拿走啊！好像很强哎，这是作者群吗？看一下，这是吗？看一下。说纪念碑，这个 UHC 纪念碑哎、欸，哇 ，UHC 可是这不是 UHC 啊？哦，这个是应该是美国那些实况组吧？哦，应该是啦，这个黄色头头我有点印象哦、喔，应该是啦。哦，我们先走吧，我们没有很 care， 不用了啦 ，UHC 纪念碑哎、欸，还不错啦，有、這個。等一下，我还是想看清楚一点。因为我刚才也是用跳的，也没有看得很清楚。对吧、啊？你要放大是不是？在这样？不是不是，我要上去看。哦好。哎、欸，放不上去了。好了。好难跳哦。我看它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哦。也、欸、没有。他写 medical UHC medical。我不晓得有没有念错，反正就是纪念碑啦。好啊好啊。哎、欸，你那个金苹果超屌的，超强的。超强的，你不要把它弄丢啊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玩 UHC 那一关卡，就有一个纪念碑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欸、特别纪念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我们把 UHC 玩完，哎、欸，是哪一张地图啊？
我怎么会知道？对啊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了，没有，没有大地回复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有下一个。我们有其他东西，没有火焰原质跟什么寒冷原质，是不是？哦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！我刚才看一直看着你的头，觉得好黑哦，舒服哦。配方，我有一个配方哎。对，走啊走啊走啊！我有呼噜熊配方。呼噜熊哦，呼噜熊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这个厚实熊护甲配方。这边都好暗哦，还是我没有调好吗？厚实熊盔甲加最高生命值5%，加击退抗性5%，减移动1%，幸运加一，还可以啦。可是幸运要干嘛？打怪有用吗？掠夺才有用吧？掠夺才有用，不过还是要用啊。可以啦，挖煤炭的时候其实有用、欸。你去找一下厚实熊护甲，厚实熊熊系列的在哪里？吼吼系列，吼吼系列应该是中间的吧？吼吼。厚实，厚实是这个，我拿着它了、這個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我要丢进去喽。等一下，让我看看啊，丢吧丢吧，哈，厚实熊，哈，要出来了吗？哈，你解锁了厚实熊配方，嗨，超聪明，我去看一下它可以。厚实熊头盔、厚实熊胸甲、护腿跟8个靴靴，7个都一样啊，都是一样。都是一样啊，就是有各种管道可以购买啊。他可能就是也是闲闲没事做啊，觉得只放一个村民好像有点不太好。厚实熊速度减1%，哎，最高生命加5%，你要不要？最高生命加5%，哎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铁装哎，我这里我有很多铁锭。铁锭是不是？我们先可以可以，我们就可以换哎、欸。你可以换哦，你要吗、啊？出来啊，我等你铁锭。好啊。你要换几个就得换几个，好不好？你拿去换去喷一组铁钉在你身上，那感觉就像是突然中奖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也想换呢、欸，是要用吗？走啊，一起去啊。好啊，换两套来啊。满装是不是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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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啦，你看我垃圾有点多啊。可是我的鞋子我不太想换呢、欸。鞋子很强是不是？鞋子你那个就是要素飞靴、欸，我这个。我现在穿的叫做要素飞靴、欸，很强哦。我记得我有一个，是我没穿哦。我在箱子里面拿出来的，因为我看到有人放在箱子里面，不晓得是谁放在箱子里面。哦，那应该是我的，不是，应该是之前剩的啦。要素飞靴、欸、怎么样？所以你全套都要是不是？那我来，我鞋子不要，我不要鞋 子, 不要，全部、啊、我不要鞋子啊！我刚才不是讲了，全部喷给你啊！没有鞋子是我的垃圾啊！哎、欸，我身上就满了，还没有东西吸你的垃圾啊！全部给你哦，自己看着办啊！厚实熊，我吸起来了，你那个吸起来，你去前面把东西吸起来，不要丢在地上。等一下回家有箱子可以丢，我现在身上是满的、啊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们要去拿那个我有原值，我可以恢复一些东西、欸。哎，开解锁是不是？基地升级应该是这个吧，应该是基地升级。走，是有是有是有。你要先升级什么？我觉得要升级食物的类型啊。方块食物是不是？矿物我真的没有很 care 啊，我觉得应该都在骗人是不是？对啊，药 水,、欸、水其实也可以。先去升一下药水。药水，哎、欸，附魔啦！附魔要钻石，你有钻石了吗？附魔要钻石哦，算了。一阶药水需要酿造架。酿造架，来来，要没有酿造架。那个没有工作台，没有工作台，我有绿宝石，我自己做一个工作台，我受不了了，要再走回去，我不想了。哎、欸，这里不能放哎、欸，这里不能放啊，回去放啊。那我干嘛做工作台出來？它、啊、可以放在那个吗？哪个？那个上面吗？放在上面，我看看。不行，不行，都不行啊！走，回去。我估摸哎，我们先去那个啦，食物好不好？食物也行啊，食物也不错，食物。养个牛吧，我们可以吃牛了吧？它这里有什么？马铃薯、南瓜田跟这个马铃薯田。南瓜派很强是不是啊？南瓜派好像还不错，可是南瓜派需要糖哎、欸。啊，南瓜派需要糖哦，所以要种甘蔗哎、欸。要甘蔗。阳光原质、水之原质各6个。哎哎、欸，水之原质丢给你，阳、欸、光原质我有，我先丢。要6个是不是？啊、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了，我丢6个进去了，换你丢了。那、哦、我丢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还想说我去拿我的哎、欸，水之原值。要几个？丢。6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这里要各4个。来，
一二三四，我们有水啦！啦解锁马铃薯。马铃薯啊！赞赞赞赞赞！我们也要解锁南瓜店。我小时候就是吃马铃薯长大的、啊，是吗？不是啊。鸡舍哎，鸡舍、欸、四个，不是吃，投。我等你含冷原子好不好？四种原子都要、啊。对，各四个。好啊。丢丢丢，有鸡肉可以吃了。我们都有了吗？都有了，我不是丢给你寒冷原子。那你还有什么？我这里有火之原子、火焰原子和阳光原子。哎呦，不错哎，那我丢四个，一二三，各丢四个，另外一个二三四，换我了，换你，一二三四，哇，一哇二三四，我们现在根本就有钱人、啊，努力了这么久，有钱人呐、啊！现在各位观众，终于要开锁了，鸡舍，这个甘蔗田各三个，来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前进图示一二三，好像在射我。一二三，不要乱射啊！好了，我们再解锁下一层。笑，好开心啊、哦！我看一下烟火嘛，是不是？牛射、猪射，各十个、欸、没有。欸、等一下有哎、欸，我这里有，我只有九个跟七个，好可惜哦。甜点工厂各二十五个，好玩的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在跟你好玩的、啊，我纯粹好玩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岩浆油炸锅升级耶、欸！自动生成升级耶、欸！哇哦！可是我们要先拿到第一个嘛，对不对？牛跟猪。哇！岩浆炸油升级。哇！你看，好像可以自动帮我们炸猪肉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哎、欸。这个好，我觉得真的比什么南瓜派好多了。所以各十个，我这边火焰原子和。那个阳光原子都够了，看一下我有没有。我你的中介箱里面有没有？各缺一个跟三个，我看一下哦。都是缺你那边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欢迎来到 My Quiet Tuesday。在我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要玩的 My Quiet Tuesday Building Game。Building Game， 耶、yeah ！然后 Building Game 限制七个人，所以我找来了七个自认为建筑好像还不错的人。不是啊，其实也没有啦，就是那几个老屁屁啊，自己按 tape 介绍一下。